我是 Comedy Girls 黄小胖，我是酸酸。男女演员如果看着远方说我爱你，就是偶像剧；如果不看对方，看着镜头说我爱你，就是八点档。以上就是脱口秀。全台唯一纯女子脱口秀团体 Comedy Girls， 这是用笑点翻转偶像剧《征婚启事》。那我们好想要，就是随处可以看到一个总裁，然后我们可以放到他怀里，随时带着围巾准备。结果没想到会变成打陀螺。偶像剧的情节如果真实发生，其实是充满很多啼笑的代际。不标准美女搞笑困难吗？偶像剧桥段当然也可以很生活，好好笑女孩帮你挖掘人生笑料。异想世界本周邀你一起征婚起笑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